七七事变之后，抗日战争正式爆发。在上海沦为孤岛的特殊背景下，出现了一支抗日锄奸的五人小队，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。安先生，明天有位新上任的政府要员苏文海先生要来听您唱戏。我不给汉奸唱戏。少爷，晚上的菜单啊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有清炒豌豆荚、大火炒干丝，还有油爆河虾。有没有肉多一点的？无锡排骨啊，梅菜扣肉啊，还有蟹粉狮子头。我们家主人对这绸缎还是很挑剔的。那敢问您家主人是？新上任的政府官员孙冲，孙大人。哦，失敬失敬了。哎，那这块料子最适合孙大人的身份了。不好意思，这块布料有人订。八万的本儿，三分三的利。你们老板不使数啊？啊！嘿，小日本子，敢嘲笑你于二爷？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冲你我！媳妇儿，媳妇儿，这位先生，实在是抱歉。哎，媳妇儿，你咋来了？大嫂，你看。这笔钱又得还，你爹这点家业三碗被你背过，总共是10万零5千，数目对吗？哎，10万零5千，
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。那就领这位先生去账房结清吧。哎，好了，大嫂，先生，请。哎，小子，给我回来！小子，哎，什么？哎，你是不是傻？这钱都送上门了，你不要？哎，不是，哎，媳妇儿，我这不是把这账过了吗？你这手指头都掰不过来了。媳妇儿，这不是有你的吗？各位来宾，下面让我们有请上海公共租界外事管理局新任局长苏文海先生。有请治安维持会新任会长孙冲先生。有请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新任局长王俊先生。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中雄大佐为他们颁发授权证书。真是变了。别动。哎呀，哎，那但是这花镜可清楚多了。不是吧？我昨天去了趟先施百货公司，专门按你的尺寸做的。好，天泽呀。哎，你看我戴上这花镜，我看得更清楚了。你看看他们这副汉奸嘴脸，早晚会有人收拾他们的。行了，大早上的，咱不动气，先吃饭吧。您不早上九点还有个会吗？嗯，吃饭。哎呀，我准备提议啊，在市区建一座收容所。你看现在街上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有多可怜呐！要是市府不同意您的提议呢？我不管他同不同意，这件事我做定了。政府不出钱，我就搞慈善募捐。如果募捐行不通，我就自己掏腰包。
看报纸了吗？这三个狗汉奸暗地里同特高科密谋，不除掉他们不足以平民愤。苏文海，新任的外事管理局局长，他勾结日本人，残害我们的同胞，作恶多端，罪大恶极。此人每到初一、十五，必会去海光寺上头烛香。若要杀之，可在路上下手。维持会的新任会长，为日本人马首是瞻，是一条真正的摇尾乞怜的走狗。此人正在追求小百乐门的小夜莺，周末下午他必会在那里出现。转过去，别出声，放心，不会伤害你。好，李总，走走走走走。
这个老回于老二怎么还没到？肯定是于老二半路打劫老欧，让老欧给他买好吃的去了。哈哈，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啊，就知道吃？就等你们俩。于老二，哎，要哪个？我的幸运数字二。你以为挡上了我就打不着了？ 咬人家啊！喝，好球，三连冠呐，真能吗？来吧，喝一个。来来来来来，来来，耶！哎，我说老欧，改改你这臭毛病啊，你该断奶了。 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的，滴酒不沾，算什么男人呢？于老二，这我还真得说你啊，看来你是真不懂，这牛奶可是好东西啊，喝了以后啊，还强身健体。你没听说过吗？这酒是粮食精啊，喝了这玩意儿，干啥都有劲儿。还有一句话你没有听过，叫酒后乱性。那我喝这么多酒，怎么没乱性啊？啊，我告诉你，这纯属于个人作风问题。 哎，老潘，你这羊玩意儿我可喝不习惯，我怎么觉得有股猫尿味儿啊？还是来点陈酿的好喝。行，下次给你弄瓶高粱酒。好，那这可是你说的啊。这个人叫王俊，是工部局的新任局长，在就职典礼上，属此人最受日本人的器重。 好好看看，记住他，一会儿送他上路。别掉以轻心啊！这个人老奸巨猾，他知道自己当了汉奸以后，必然会引来杀身之祸，所以行事非常小心。自打当了工部局局长以后呢，是更加是深入简出，哎，躲在日本租界里面是租不出货。哼，这孙子！ 以为他躲在日租界里边就可以保命了，打死他也想不到，我们哥几个是日租界的财神爷，还是小心为上。他身边可都是特高科的人，想对付他，我看没那么容易啊。哎呀，那是我媳妇儿。 下人也查，不好意思。
玩意儿，熏死我了！什么味儿啊，这是？还熏死你了？都是你自己出的好主意。什么味儿这是？什么味儿啊，这是？哎，你们什么人啊？啊！这。哎，是的，好，好。吃啊啊！哎，大龙伙家用的那种枪到底行不行啊？于老二，这可是我亲自打造的，雪茄状单发填充式微型手枪，威力比国枪还大呢。你放心吧啊！我就用不惯这破玩意儿。哎，你可别害我啊！什么的？哎，送餐，送餐的。哎哎，展开。该走了吧？等等，把手抬起来。哦。把鞋脱掉。啊？还脱鞋？别让他脱，快脱！哎，行，熏死你我！真是臭死了！穿上，穿上！这是什么？这是一盒上好的古巴雪茄，酒店特供的，只有贵宾才有这样的待遇。对不起，怎么回事？服务生不小心打翻了东西，都给我滚出去！嘿，你们出去！哎，你怎么搞的？小心点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！我给各位赔个罪啊！你看，这是古巴上等的雪茄，只有 VIP 才能享用的。刘老二，给大家分分，拿着啊！开闻闻特别香，给你们添麻烦了，不好意思。哎呦，怎么回事？这雪茄怎么是铁的？
求求各位了。啊，对，我有一个绝密情况要汇报，能不能放了这么说？王大局长，要想保命，那就得看你这份绝密情报够不够分量了。够，绝对够分量。说吧。最近，日本天皇特使宫本寻一要来北平，他此来是在华北文府胡说，制造舆论，要谋求自治。还有，他们要策划西京战，一定请来上海的布防图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都到这时候了，还胡说八道呢？没有，没有啊！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呀。如果有半句假话，天打五雷轰！就得用大碗啊，小里小气的不过瘾。哎，来来来，哥几个喝酒来，喝酒来。哪有你这么喝酒的呀，粗俗。啊，行行，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？行行行，我给你倒上啊，全都让你喝了。哎，我说安德老板，您能不能偶尔像点我呀？啊，爷们儿点，你这穷讲究个屁呀！你个吃大蒜的，怎能明白喝咖啡是个什么滋味？你能吃光靠你自己吗？嘿，你不就是个臭唱戏的吗？啊，你跟我转，抽你！我哎，行了行了，哎，你们两个见面就掐，不见还互相惦记，烦不烦呢？谁惦记他呀？真是糟蹋了我这上流的身家。不懂高雅，不是？哎，你还有完没完？一个碎嘴子啊！谁给我打电话呀？喂，于老二啊，过来听我戏呀！哎，都在呢啊！哟，老潘，来，快来看看看看看，你们几个上报纸了，来。高粱酒，不错啊！我敬你们。来来来，龙，好。来，老潘，你坐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那个王俊霖死前透露了一个情报。什么情报？日本天皇特使宫本雄一将在10天以后抵达北平，
日本人想在华北五省制造舆论，谋求自治。另外，他们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，密谋在上海发动细菌战，拟定一份侵占上海的布防图。这日本鬼子果然是野心不小。野心小，他就不是日本人了。老潘，我有个计划想跟你说说。打住，我知道你一定想跟我说你们准备去刺杀那个公墓兄弟，对不对？更准确的说，是想杀了他，拿到他手上那份布防图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在和日本人的对抗中占据主动，最主要可以给日本人点颜色看看。你想啊，他是日本天皇钦派的特使，这样的一个人在北平被刺杀，这对整个民众来说是多么好的一剂强心针。火呀，这北平的环境你没有不熟悉啊，到一个陌生的环境，不知道有多少未知的危险。再说了，那天皇特使身边是高手如云，太危险了，我绝不能让你们冒这个危险，绝不。老板，那份布防图是不是至关重要？我们必须要拿到，对吧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就算行动失败了，也不会在日本人那儿落下口实。别想了，这个刺杀任务我们几个完成最合适不过。不是的，老潘，你就放心吧。啊，去北平刺杀日本天皇特使，抢布防图，想想我都兴奋呐。啊，哥几个，我说于老二，这不是儿戏啊。哥几个把酒端起来。哎，这个老潘同意了。哎，等等等等，谁同意了？你跟我说，你们打算怎么进去？你别忘了，我是个优秀的日本翻译，我有办法搞到邀请函。行，我答应你，到时候我会想办法配合你们。好。哎，说好了啊，都得给我小心点儿，都得给我活着回来。尤其是你，于老二，放心吧，啊，来，干来！好，我们几号车厢？二号。我先把行李拿出去。去吧。这次走跟戏院请假了吗？蔡老板啊，还以为我要转成其他戏院了，急的呀。怎么说都不对。名爵就是名爵，这于老二怎么回事？怎么还没来？是这么大的事儿，还这么吊儿郎当的。哎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哎，刚出炉的兄弟，要不要来一个？自己吃吧。不吃，我有好事儿。哎，行。让让让，吃几个，喝几个，赶紧走，赶紧上车。你别拦着。哎，好啊，哎，你们好，我看见了，我来挑你，快！哎呀，媳妇媳妇媳妇，这是孙猴子，你通过老娘无耻伤你！弟妹弟妹，怎么回事？你问我怎么回事，我还想问问你们怎么回事呢？问什么问啊？我不都跟你说了吗？我们哥几个就去北京玩两天，你至于吗？非得跟着我？你就给我放屁吧你！喂，我还不知道你那点花花肠呢，你不这样躲我远远的吗？好大远，沾花惹草吗你？嘿，我这怎么着？哎，媳妇，当这么多人的面，你得给点面子。少过来！嘿，我还治不了你了，我这暴脾气。